Chinese nationals, sometimes posing as tourists, <laughs> have accessed military bases and other sensitive sites in the US as many as 100 times in recent years, according to the US officials, who described the incidents as potential espionage threats. 呃, 游客，那这些官员就把这一类的事情呢描述是一个潜在的间谍威胁，这蛮好笑。就是就是美国的国防部啊，还有美国的 FBI 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情报机构，就是去年聚集在一起，然后他們做了一次评估、哦，哈，说，哎、欸，因为他们说，哎、欸，你们最近有没有很多中国人来你们的的一些敏感地？他们说有、欸，哎，那别人说，哎、欸，我也有、欸，哎<靠>，然后就把全部的累积起来，那统计真一百多次，他们说。 哎、欸，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些要要做一些调整啊？不然这些中国人就假装他们是游客，一直来我们这边，呃、然后拍照 <laughs> 用空拍机来飞，然后进来就说“哦，I don't speak English” 之类的，嗯、然后说 <laughs> 说“哦，我只是来这边是一个游客，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哇，欸、这就是利用那个民主国家最大对对对对，因因为有太多很扯的范例，我我我列了几个我觉得非常好笑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些人他们就会进入军事基地跟其他设施哦其中一个是有中国人，他就是。 随便就是入了一个新墨西哥州的飞弹发射场，就说哦，我开车迷路了。因为你知道，其实墨西哥州、新墨西哥州前面他们路上都会插一些牌子，说前面是 itary, 军事基地，军事基地，嗯、大家赶快掉头什么，他们就会开过去。然后另外一个在佛罗里达州的那个火箭发射场附近的浊水水域哦。 他们发现有中国人在那边假装在潜水，假装在潜水。可是你一听浊水的水域，<laughs> 你在那边潜水个屁，你什么都看不到。那边浊，<laughs> 对，他就被抓起来。他说：“哦，我只是在这边潜水，就是有够瞎，哦、有够瞎。<哇>”然后还有人就是在军事基地外面被挡下来，然后他就跟他说：“哦，没有啦，我只是跟着 Google Map 上面说这附近有一个麦当劳。那当然，军事基地里面有一些地方有麦当劳嘛。” 然后他就说：“哦，我只是要去这个麦当劳了。”真的挺搞笑。的。<laughs> 这一个我觉得蛮好笑，我觉得非常聪明。还有另外一个是，还有一群中国公民哈、哦，他自称是游客，他试图进入一个军事基地，因为他们说他们在军事基地里面的一间 hotel 订了饭订了房，所以他们要进去 check in。<laughs> <laughs> 感觉蛮有创意的，我觉得很有创意。<对>然后那个基地是主要负责北极作战的美国陆军第十一空降师的驻地。有些人还会用那个无人机飞飞进去这些、嗯、呃 military area 或者是 sensitive area 去拍东西。他们就哦不哦，没有啦，我只是在拍美国的美景之类的。那其实很因为这些人很多很多这些中国游客哈，我手上有用 quotation mark，这些中国游客他们其实被拦下来或被抓起来的景点。 第一，那不是商业区。嗯，第二，这真的不是游客会去的景点，就不是景点。对，不是景点，然后被拦下来，就说我迷路了。所以其实这这对美国来说其实蛮麻烦的。<說>其实你知道我想到是什么吗？你有想到其实美国如果有黑人闯进。嗯 不应该闯进的地方，他们是很有可能会遭遇到射杀或危险的，<laughs> 是有可能的耶。因为美国就是有这个社会问题。<laughs> 可是今天如果是中国人的脸进去，大家都会先哎，不好意思，发生什么事？他们也不敢直接 <laughs> come on, 军事基地耶，哎，对啊，对对,對、啊，对啊，对啊，都不敢對不有事，对啊。而且这边他后面有一些分析，我觉得非常好笑。<笑>第一就是，其实美国美国官方的发言其实就是说，中国采取这种低级的情报收集手段，<laughs> 这种事情在情报界是众所。 大家都知道了，OK。众所周知，那这种策略只只有中国办得到，为什么？因为它就是靠人多才能做这种事 <laughs> 可,可问题是，真有用吗？因为因为真的，因为真的被抓，其实因为人很多嘛，真的被抓的话就是抓，然后美国就只能把他判说哦非法闯入，就这样而已。嗯。然后逃掉就没被抓的人，他们可能真的可以拿到有用的情报来。然后对美国来说，他们。 抓到这些人最多只能判非法闯入，因为他没有办法真的证明你是是 spy，sp 对不对？对。所以在民主国家这就,就这样就算就没了。可是你能想象，他就说，因为美国人真的是真的游客，在中国在类似的地方被抓的话，马上就说你是 spy，他也不讲。当然、啊。对，所以中国抓到美，可你只是记者。对，没错，就中国抓美国人的话，那情况。 跟美国抓中国人是完全颠倒的，<是>这超不公平的。<Yeah. S 2> 然后在中国那些美国人也不可能有机会得到公平的审判，所以美国说这件事情超烦。不是你知道，因为集权国家就是抓到了这个民主国家的一个最大的弱点啊，點啊啊就是我们不能不公平的审判啊。对啊，对啊，而且在不公平审判他，然后人权团体可能就站出来。对啊，然后中国人权团体都被消失。<laughs> 啊對,啊对啊，然后这个东西出来以后。 在华盛顿，美国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大使的发言人，大使馆的发言人就出来讲说，这些说法都是恶意编造。那 <laughs> 中国要美国放掉他们的冷战思维，不要一直在无根据的指控，要多做一些增强中美互信的两国人民友谊的事情。我说，<Okay. S 1> 真的要乐死，对啊，超乐色，谁最会毫无根据的指控？对啊，你就是抓民主体制的小辫子啊。